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二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大经可注第613页倒数第二行末后两句看起，又净土修真疑云，摄尘之理观，能发究竟之模式，以五蕴生死迷暗之法为见也。摄尘理观，我们学到第二呢，后面还有注解，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一遍。在我们参考资料第13页第二行最后一句，偏全原始者前面提到的，为藏通别三教，为偏为全。原教呢是圆满，是真实，取的是这个意思。佛陀当年在世，教化众生。因为众生根性不齐，确实有上上根人，有上根人，有中根下根，这有这四大类。上上根人非常稀有，真的叫一闻千悟。在世尊僧团里面，我们看到迦叶尊者，从拈花微笑将原始大法传给迦叶尊者。迦叶传给阿难，阿难在世尊那里没有开悟，没有切入这个境界，在迦叶那个地方开悟了。那么这个代代相传，传到第28代，就是大摩，
啊，大摩到中国来了，中国禅宗的初祖。啊，禅宗是这样传承下来的。禅是度上上根人的，上中下都没分。啊，那么上中下呢，就要学舍城立观。舍城立观是教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必须依靠教学。像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依这个顺序来修学也行。啊，这都算是根熟的众生。释迦牟尼佛现身在这个世界，啊，主要的都是这些人。那么范围要扩大起来呢？我们也都包括在内，啊，但是我们要具备一些条件，这个法门要用真诚心学，啊，设法界没有真诚心行，如来大法原始一成教，没有真实性，是没法子修行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没有慢慢提升，从小学，再经历中学、大学，就能培养出研究所。研究所就是用真诚心。用功进行，没有丝毫虚伪，没有丝毫怀疑，啊，这就能接受原始。必须把设法界彻底放下，知道设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心是真的，真空；相是假有。真空假有是一不是二，这就叫中道，这就叫原始。啊，两边不住，中道不存。啊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就起入了。啊，那就是上上根人的境界。所以，我们要善于培养，把自己的根性不断向上提升。啊，这是如来的教诲。啊，他先教我们阿含。啊，阿含是佛法的小学，时间12年。啊，我们世间人学这个半学校，小学6年，中学6年。大学4年，啊，培养的是我们能应付现实环境的一些知识，啊，技能，啊，佛教给我们是出世间大法，怎样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啊，阿含12年就有能力超越。六道轮回，啊，方等8年培养大乘根性，啊，再向上提升，般若22年纯大乘，啊，不是凡夫境界，啊，22年之后。等于说看破了，看破之后要放下，如果不放下，不能起入，不能提升，啊，所以
到法华涅槃，最后的八年是佛教的研究所。啊，确实向上提升，这一提升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，啊，各个宗派30岁、40岁、50岁，乃至于60、70岁，彻悟的有，啊，那么在除上上乘之外。上根应该是30岁之前开悟，啊，中根30到40，啊，下根50、60岁开悟，一定要靠教的熏习。教才是如来对十法界众生真实的利益，啊，不怕了迷得深，怕离开教的讯息，迷得再深都怕，只要肯听见肯学习，啊，每一天锲而不舍，啊，久久就渐入了，啊，像我们这种根性人就很清楚下下根人，啊，为什么？我们40、50没悟啊。60、70才有一点小悟啊，啊，明白了，真诚心出来了，恭敬心出来了，啊，信心具足了，要到50、60岁以后。那我们回头看看，过去一些祖师大德，很多人20几岁、30几岁信心就具足了，啊，虽然没有大彻大悟啊，那也就是我们60、70岁，跟他们20、30岁啊那个之间相等，我们比他差很多。要多加上20、30年的熏习，才能赶上他们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，彻底放下就能证果。问题，这个事情说得容易，做真难呐。怎么办呢？不断在熏习，再加上10年，再加上20年。假如我们能活得那么久，啊，80、90，肯放下了，放下便是，啊，深入经藏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。啊，清楚明白了，是看破。啊，看破之后，彻底放下，就回归到自性。啊，那这个里头，有彻悟，有大悟，有这两种。
彻悟是见性，就入原识了。大悟没缘原识，跟原识接近啊，换一句话是，对前面所讲的偏全离开了，修真实啊，走的真实的这条道路啊，但是还没有到目的地啊。我这样的比喻大家好懂啊，走进离开偏全，走原始的道路，这个稳当了啊！但是原始的大经大论不能离开啊，天天要读啊，天天提醒，时时提醒，处处提醒，我们才能真正放下啊，彻底放下啊，身心世界统统放下啊。那放下之后，我们现实的身体还在呀，这个身体还需要饮食啊，还需要穿衣服啊，还需要居住的环境的啊。这个东西不能丢啊，这个东西有，有没有放下？放下了，没有丝毫贪念。也就是说，有这个身体，我需要它；没有这个身体，我不需要它；有这个身体，也不需要它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有这个身体，随缘；没有丝毫贪念，没有丝毫执着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万物人事物啊，再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控制的念头啊，这个念头断掉了啊，也没有支配的念头，这就得大自在了啊。那么这种会不会缺少呢？不会啊。为什么会没有缺少？第一个，自己修的福分，你有这个福报，到时候会有人送来。第二个，三宝加持啊，佛菩萨不让我们有欠缺，对这个充满了信心啊，所以你的心地才那么干净啊，心里真放下啊，事是假的，必须要长时间的提升啊，寿命没有没那么长，要求佛菩萨加持啊，你真心走原始的道路，佛菩萨一定加持啊。我们读了凡四训，了凡先生求世间的人天福报啊，寿命都延长，何况你走原始的道路，佛哪有不照顾的道理？
这是我学佛六十多年来的心得了。我走过这条路啊，基本的一个概念很重要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们活在世间，为众生不为自己，这基本概念。如果有自己的名闻利养，就有命运。没有自己的名闻利养，命运就没有了。我这一生就掌握这么一个原则，没有为自己着想，为别人，为一些苦难众生，在这里，其他的没有别的本事。一生真是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的，全是佛菩萨安排。佛菩萨安排不是一帆风顺，有逆境，有恶缘，为什么？考验你呀！看你有没有耐心。有没有定力了？顺利通关了，你就步步高升。如果通不过去，你可能就退转了。可能把前功尽弃。那就很可惜如何能保持不退转？多见，最好呢，发心讲经。这是李炳南老居士教给我的。讲经有什么好处呢？讲经是逼着你非读书不可。你要不读，你就讲不出来。这个是自己逼迫自己，非干不可。你一定要去找参考资料，要去下功夫。这有个好处，你妄念少了，杂念少了。你想的呢？大概，特别是语言识经论，这个好，这个对我们利益太大了。那些藏通别，有时候还脱离不了亲知，语言识容易。下面说弘誓，弘是广大的意思，誓是誓愿，志也。为发愿呢，广之其心也。你发的这个愿要兑现，不兑现呢，那就是妄语，那就是骗人。妄语骗人，在佛法里是有罪过的。佛法里头没有这个果报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就受六道轮回之所制，他制裁你，你没办法脱离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受苦。六道怎么回事情？六道的根本是情执，情执让你生生世世纠缠在一起，这个很苦恼。
办不掉啊，不是一世啊，生生世世。古人有所谓：“三天不读圣贤书，面目可憎。”这个话，儒家说的，世间法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三天不读经论，可能就退转了，你就走下坡了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不敢懈怠。啊，特别是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真的是个特别法门，无比殊胜的法门。啊，跟每一个法门去比较，跟每一部经论去比较，它真特殊。啊，理论高深，等觉菩萨都不能够完全明了。方法简单容易，无逆施恶，回谤佛法的人，只要忏悔，只要肯回头，都能成就，而且成就啊，非常殊胜。啊，成就的地位太高了，高得让人不敢相信。啊，所以多少全小的菩萨，就是藏通别的菩萨，遇到这个法门不相信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啊，而怀疑。这个法门大概是世尊怜悯下下根人，为下下根人开一个安慰的法门，可能不是真的。就这一点怀疑，他遇到这个法门呢，他退转，他不能修学。这种人很多。啊，摆在我们面前，你们现在看得少了，我还看到过。通宗通教，啊，我这个时代还遇到过，啊，我们上一辈。啊，有没有遇到净土法门？遇到，甚至还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讲《阿弥陀经》，劝别人修净土，他自己呢？他自己不修。啊，自己修他的禅宗、密宗啊，或者是法相唯识啊、三论呢、啊，他修这个。啊，什么原因？那个经典里面所讲的法高妙，喜欢了。那这个经典回来是浅显，啊，他不愿意学这个，路都走错了哇！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？修得不错，修得很好，多半都在天道，或者呢，又到人道来了。你说多么可惜啊！啊，那么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
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不得了啊！稀有的因缘呐、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。嘱咐他要为汇集本做个注解。夏老当年讲这部经，黄念祖听过，从头到尾听完的，一堂课没缺。他有这个能力，嘱咐他写注解。那么他不是用自己的，智慧、能力、才干不用这个，他也学老师的方法，集，老师是集结经，他来集结注解。这个法子妙啊！妙在哪里呢？这一部的注解有禅宗的，有密宗的，有法相的，有三论的，有阿含的，有戒律的，什么宗派都通通都在此地。等于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精华。都在这个注解里头。我们今天找这个参考资料，是天台宗的舍城观法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就等于一部。大藏经的浓缩，大藏的精华，全在里头啊！帮助我们回归到极乐世界，这个注解还得了吗？如果念老像别的法师一样，跟他做一个讲记，做个注解。别人称句回报，你算老几？你有什么资格来注解无量寿经？别人还回报嘞，他这个做法，别人拿去看去，没话说，字字句句都有根据，他的注解每一句都有根据，根据哪个经来的？根据哪个论来的？根据哪一个祖师大德著作上来的？不是他的。这个法子高明极了。我们看到他这样用心，他这个方法，这就是真实智慧。真实的利益。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注子，就是学习释迦牟尼佛49年所有的经教。那么这个注解的特色，把师尊一代十教49年所说的，最后都回归到净土法门，都归到信愿持名，往生净土，清净弥陀。
比华严法华还殊胜。这个要认识啊！如果我们没有前面的基础，我们不认识啊！这也就是说明，上一辈的一些大法师为什么没有全心全力来修学这个法门？我们能体会得到啊！啊，我如果过去没有华严法华楞严般若法相的基础，我也很不容易接受。啊，那么这些大经大论的基础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学过的。啊，不学不知道，学过之后，冷静下来就有比较。啊，理是一个，方法大大不相同。啊，方法，这个方法太容易了。啊，但是这个方法与禅宗与华严，华严二指你们所说的五指六观啊，与天台通不通？通。啊，净宗的原理就是把万缘放下，一心细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方法从原理、原则，啊，甚至修学方法来上说，都通。啊，回归自信啊，他真的是回归极乐世界。回归极乐世界等于回归自信，啊，回归极乐自信难，回归极乐世界容易。到达极乐世界，你就决定成就无上菩提，啊，决定证得究竟圆满。依然是一条直路啊，没有拐弯。依照那些大经大论修行的人，成功的少啊！依照净宗法门的人，成就的人多啊！佛教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，啊，汉明帝永平10年。公元67年，啊，那个时候皇上派特使从西域将摩腾诸法兰这两位大德，啊，这是印度的高僧，他们走到中国这个。那个时候还不是中国，西域，中国的芙蓉，在那边弘法，遇到汉朝的使节，啊，把他们迎请到中国，
这是公元67年的事情。啊，到今年，现在2013，到2067就满2000年，甚至还差一点。在这一刻，将近2000年历史当中，佛法在中国的成就，首先禅宗，因为禅宗当机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1000年，佛法传到中国，在这1000年正法成就。第二个1000年禅定成就，所以传到中国来是禅定成就的时期，禅的风气特别兴盛，参禅的人特别多。五灯会员里面记载的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1700多人。景德传灯录里头所在，我们保守的估计，在中国修禅明心见性，保守的估计至少有3000人。教下成就的，到大彻大悟，教下叫大开元界，世世代代的沉船，这2000多年来，至少也有1000人。教下成就的，可是念佛往生成就的，最低保守估计会超过10万人。现在我们知道净宗成就不但超越教还超越禅。真正不可思议。你要问什么道理？《华严经》上说得清楚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就以这个道理。净宗是直接的，没有拐弯抹角。不是弯路，它是直路。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要肯定，要承认自己本来是佛。那么这个呢，走的是本来是佛的道路。你要有这个认识。心地决定不动摇，我决定成就。所有的障碍要知道。障碍不外乎缘呢。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。统统放下。善境，这个善缘顺境是我们喜欢的，喜欢的要放下。为什么呢？你贪念这个地方，你去不了。逆境、恶缘，这是叫我们受苦受难的，我们也要放下。环境不要有贪念，丝毫念头都没有。人事环境也没有。看到了欢欢喜喜聚在一起。心地里头清净平等，一丝毫不染着。这叫功夫
啊，顺境里头不生贪念，逆境里头不生嗔恚。啊，修什么？修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成就跟阿弥陀佛平等，不可思议。还有什么法门比这更殊胜？找不到了。理事都要清楚，都要搞明白。不能有丝毫含糊啊！我们的心才坚定呢，啊，真正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啊，而且真正知道我们这条路是有把握，决定可以达到的，啊，决定不会落空。啊，发的愿就是控制我们自己的意念，我们总要把它做到，总要遵守。啊，这里头自己清净心得到之后，实践行愿，那就有更深的一层意思，给初学的人做榜样。啊，这是利他了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释迦牟尼佛身心接近。为什么还持戒？啊，持戒是做给初学人看的。啊，藏教的人、通教的人、别教的人，看到欢喜啊！啊，佛指定的戒律，他做到了。我们要向他学习。啊，所以叫身教啊。对初学，身教比言教重要。啊，对已经开悟的了，不需要身教啊，为什么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？不需要了。啊，为发愿呢，广智其心，修行，身口意三意，最重要是意，就是念头，要控制自己的念头。你看经中都没有。多简单，念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，老师教导我们，把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切污染都把它扫除掉。啊，一切不善的不要，这念头，不善的念头不要，清出去；善的念头也清出去，恢复自信清净心，这个难呐、啊！
心里总要有个东西啊，没有东西不行啊，这凡夫的毛病啊，通病啊。好，把阿弥陀佛起来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也就是叫我们齐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只想阿弥陀佛，只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其他一切都随缘，过眼云烟呢，不要放在心上啊。这个法子妙绝了，比禅、比密、比教高得多啊！啊，心想阿弥陀佛。身礼阿弥陀佛，口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赞叹阿弥陀佛。啊，净宗佛有。要开个饭店啊，要我给他起个名字，我就告诉他阿弥陀佛大饭店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劝多少人念阿弥陀佛，你看一问阿弥陀佛饭店在哪啊，来住你饭店的人，至少他念十声以上，这不就劝人念佛吗？这个功德多大了！啊，要大饭店，饭每个人天天要吃饭，啊，念佛就跟吃饭一样。你想到吃饭，你就得想到念佛。啊，念佛比吃饭还重要。啊，不能叫大酒店。啊，这个地方没有酒，没有肉。这个饭店是素食。啊，素食做得好。人家看了之后，吃了之后，真想吃。我有一次在台湾，跟马总统的母亲在一起吃饭，可能他第一次吃素菜，吃得很满意，素菜这么好吃，我可以天天吃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做出一流的素食餐厅。啊，让人人都喜欢素食。啊，那么这个饭店肯定里面有电视，外面的节目收不到。啊，里面是讲经教学，啊，佛教的歌曲音乐播放这些，啊，也有一些频道让你去选择，决定是有益于身心健康。啊，一切不善的东西，这个饭店里头找不到。啊，这有这么特色了。啊，饭店就是道场，戒引大众的道场。
可以在这个地方，这里面场地很大啊，有厅堂，可以办各种活动啊，可以办传统教育啊，传统文化论坛啊，人数少的小教室，有专业的啊，特别为企业家办一个论坛。啊，注重的人100人、200人，就是小教室。啊，大堂可以容纳1000人。啊，那么这就是21世纪佛教的道场。不要搞寺庙。寺庙没意思啊，建立新的道场啊，这个里面可以请老师们到这来上课。你想学什么？有10个人以上想学，我们就可以给你找好老师啊，请他到这个地方来教啊。你们学习的时间1个月行，2个月、3个月也行，短期培训班不拘时间啊，办1年也可以，办10年也可以，办1、2个月也可以，活动的啊，这个场地是多用途的一个场地啊。正规的大学是培养鸿鹄人才。我们想做啊，真有人呢，真发现了，真干了，我们乐观其成那么，这都是誓愿力量的成就。那凡圣位呢？凡是无凭实现之位。这是佛教的小学，这个幕后挂壶里头说了5品天台宗修行的方法，为观行之位。天台大师为我们解释佛，佛有6种，叫6级佛。啊，级就是啊，第一种是理即佛。从理论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这从理上讲。啊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，这一条很重要，这一条是佛法理论的依据。啊，你为什么会成佛？因为你本来是佛。啊，佛这种教育，把这个摆在第一句，跟中国儒家把信本善摆在第一句，意义完全相同。中国传统教育肯定
人人都是圣人。啊，怎么说呢？人心本善。啊，本善标准是圣心。啊，所以人人皆可以为圣心。你愿不愿意走这条道路？你愿意走，人人走得通。啊，孔子是个平常人，啊，他在社会上没有特殊的地位，他是平民，做官时间很短。历史上记载，他只做了3个月，鲁司寇。啊，鲁是鲁国，多大呢？现在的一个县。啊，司寇是什么呢？现在这个县里的警察局长。啊，他管这个的。管治安的，3个月就下台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人支持他。啊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后台人。啊，家里清寒，不富有。啊，是个很普通的家庭。是个很普通的一个人啊，啊，他跟别人不一样的，他就是走圣贤的道路。啊，他心里面所想的，这个在典籍里都可以查得到。心目当中是尧舜禹汤，文武周公，啊，这些人呢，是他心目当中最羡慕的人，啊，是他一人一生做人的榜样，啊，他学这些圣贤呢，这些圣贤们起心动念，为天下人着想。为一切众生着想，不为自己啊，甚至不为自己一个国家了，不为自己族群了，为天下人。啊，佛为我们示现道路，跟中国这个很接近。啊，佛的范围更大。佛为一切众生，那儒家是为天下人，为天下苦难的人着想。佛是为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范围广了，包括动物，所有的动物，包括植物，包括矿物。为什么？这一切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。啊，佛家众生是这个意思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，都叫众生。啊，所以把我们现在所讲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佛的心。啊，佛能做得到吗？能。为什么？佛知道苦乐的真相，我们不知道。啊，现在社会乱了，这人心坏了，社会乱了，
怎么办？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在思考这个问题？找不到答案。啊，我们知道，不是我们的本事大，智慧高，不是的。我们得了便宜，从佛经上看到的。细心去观察，去思维，佛经上讲的有道理，是真道理。啊，现在人所说是硬道理，啊，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，苦从迷来的，乐从哪里来的，乐从觉来的，觉悟你就乐了，迷惑你就苦了，啊，那么佛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？只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自然解决了。啊，他用什么手段？他用教学。我们仔细再看，设法一切诸佛刹土，包括极乐世界，他们用什么方法解决众生的苦难？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世尊在经上说了一句话：经现在说法，五个字。问题解决了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当年住世的时候，从开悟到圆寂49年，今现在说法没有中断。每一天是今天的，啊，现身在说法，身教、言教、意教，意是念念不忘啊，念念不忘众生苦啊，念念希望众生觉悟啊。他的教学是多元的啊，众生有84000烦恼，他老人家开84000法门，这是他教学的原则。啊，一个众生找他，叫你一个；两个人来了时候，叫你两个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你找到他，他一定叫你。啊，你接受他的教诲，一定非常欢喜。啊，一定会依教奉行。他没有一念为自己，这叫真正觉悟的人呐！啊，烦恼习气很重，迷得很深的，怎么办？用
无品这个方法来教。啊，观想，天台讲的六级。啊，第一个要肯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每一个众生都可能做佛。啊，要有这个信念。啊，那么他烦恼深，习气重。啊，什么方法他能接受？先教他做好人，教他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哎，他很愿意接受。那教他什么？教他伦理，教他道德，教他因果，他懂这些。啊，这就是小学。叫初级班，啊，阿含12年，是以这个为主要的内容。人都做不好，怎么能做佛呢？佛是人中第一等的好人，究竟圆满的好人。啊，没有比他更好的，他好到极处了。啊，所以理即佛，理上是佛，事上呢？事上这些迷惑颠倒，他不觉悟啊。啊，那这个时候叫明自即佛，有明无实，理上是的，事上不是。啊，没有接受过佛的教诲，啊，没有接受过佛的教育，那就是明自即佛，有名无实。接受佛陀的教育，依教奉行，叫观行即佛。他接受佛陀的看法，佛教他对于一切人事物要用什么人心态去看他，什么方法去对付他们，去应对，啊，他学会了，叫观行。他有一点小智慧了，啊，能够观察，他能够做到，叫观行即。啊，观行就是行，就是要修行。观是明白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。观是看破，行是放下。你看破了不肯放下，等于没看破。啊，那还是明智为中人。啊，真正看破，真正放下。这是佛的弟子啊，佛的真正弟子入门了啊，入门是小学，地位不高啊，观行即。从观行即向上提升，提升到相似即佛。这地位高了，啊，相似什么？看相看上去很像，实际不是。这个标准从哪里说呢？从用心说。如果用真心，他就是真佛。他不是用真心，他还是用阿赖耶，用妄心，用妄心。完全遵守佛的教诲，佛教他全都做到了，所以看样子很像佛，但是他用的是阿赖耶，妄心不是真心，这个也很了不起啊，这个地位超过阿罗汉了，就是前面所讲的
藏教、通教、别教的佛，相似即佛。啊，再往上提升，那就明心见性，脱离十法界了，升到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，这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真佛不圆满，叫分正即佛。啊，他是证得了几分，没圆满，他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他住一真法界，住十报土，他不在十法界。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即佛。啊，那么一般修行84000法门，走的是这个路子，必须到明心见性，他才真正成佛。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他不是佛，难啊！啊，所以观行不是真正成就啊，但是也很费力了，也很不容易了，啊，好像读书。读到初中毕业了，高中毕业了，没有学位，大学毕业才拿到学位。啊，佛门里面，第一个学位是阿罗汉。是佛弟子，观行集的弟子，还没有到相似。啊，要到身实性才是相似。啊，要到圆教初住以上，这才是成佛。啊，分证即佛，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。但是往生是什么位置？往生也有三个地位，有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就是观行，这个位置很低。啊，观行。位置低的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他要有一定的标准，但是念佛人观行位，当然他也有九品，三辈九品。啊，上辈的观行，往生自在啊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。完全没有限制的观行界啊，那理业心、事业心更不必说了啊，事业心不乱的，相当于相似即佛；理业心不乱的，是分证即佛。啊，跟天台的都能合得起来。啊，可是净土宗的观行集能够自在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。三辈九品有这个名，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是平等世界。
怎么平等的？阿弥陀佛愿力把它平等，这是其他佛国土里头没有的事情。啊，世尊用愿力，阿弥陀佛用愿力，我们这个本子第六品我们念过了，在前面念过了，第二十愿啊，第十八愿十念必生，第十九愿发菩提心，第二十愿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阿惟越智是什么？初度以上。啊，阿惟越智有四十一个位次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都叫阿惟越智。啊，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就是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你就见到阿弥陀佛，见阿弥陀佛不是应化身，报身。啊，阿弥陀佛身下身有八万四千相，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啊，那是古印度成为人间的好相。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到极乐世界，啊，阿弥陀佛的身相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，每一道光里面都有佛菩萨在教化众生。不可思议。所以到了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。怎么赞佛记常念的？花开见佛无生呐、啊，这个地位可高了。啊，无生是无生法人，无生法人七地菩萨证得的，那就不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啊，这个地位太高了。所以难信之法，很多菩萨不相信啊，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啊。那么佛在经论上又说，净土法门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连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搞清楚。遇到的人有福报啊，往后释迦牟尼佛末法还有九千年，这九千年什么方法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？只有幸愿持名求生净土，除这一法都做不到。所以佛法会变成学术啊，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，很多大学里面特别是哲学系开有佛经哲学啊。我在早年还教过五年啊，台湾的那个时候叫文化学院，现在就是大学了啊，当作一门哲学，一门学术来研究
没有信，有解，我们了解的。啊，没有信，信解行证只有一个解。走在这条路了。啊，跟学佛不一样，学佛头一个是信，真正相信没有怀疑，你在求解，解了之后你会做到，你有信。啊，这佛法变质了，我们要清楚啊。啊，变质的佛法，那是世间法，不叫佛法。啊，为什么？它依旧搞六道轮回，它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五品位是观行位，有随喜、读诵、说法、精行六度、正行六度，这叫五品位。啊，善导大师圆寂的时候，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他的弟子们问他：“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是什么样的品位？”智者大师说：“我因为临终，临终就是做住持，啊，教学。”所以自己修行呢，功夫不够啊，要不临终啊，他的品位很高，因为临终往生净土啊，直到观行位，就是说的这个意思，凡圣同居土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实心。啊，其实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，应化在中国，众生越是有苦难，佛菩萨不忍心。啊，都会到这个世间来，但是用什么身份没有一定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，啊，要细心观察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啊，从哪里看起呢？看他真没有私心，就从这看。如果名闻利养没有放下，那不是的。啊，决定不是佛菩萨实现的。名闻利养真放下了，真没有了。啊，那这就不是一般人。佛法从无我入门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”这才能入门呐、啊！入门才真正有观有心。
啊，所以观行一般讲实性位，实性位就是观行，观行就是实性位。啊，无凭实行。啊，那么他们行六度，无论是奸行是正行，啊，他们欢喜布施，持戒，持戒就是守法、守规矩，给别人做好榜样，啊，修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发真正菩提心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下面这一段，善巧安心，这是第三种立观。怎么样？在我们现实的环境当中，叫我们心安、身安，这是每一个人都想求的。啊，你看这个地方用的名词“善巧”。啊，第一个是德，善是德，要善心，要善言，要善行。啊，巧是智慧，啊，如何将我们的善心、善行、善言、善行保护自己不贬值，又影响别人，不被别人影响，这叫巧。你心就安了。你看，善巧安心者，善以法心自安其心。法心为所安。吉兆呢是能安，这就是说要用原始正法。为什么原始是发心？藏通别也没有离开法性，他用偏了，用歪了，用偏了。啊，要用圆教、实教，啊，走中道，啊，走路走中道，不走偏斜。能于发心相应，我们要把它降在最低，太高了我们学不到。我们从哪里开始？从心得开始。啊，什么是心得？三归是心得，无戒是善是心得，啊，六合六度是心得，我们从这下手，
不要求别人，要求自己。除众啊，尤其特别要求自己。人与人之间相处，用真诚心啊，不要怕别人欺骗我们啊，别人骗我，我还用真心对他，这不吃亏了吗？没错，古人有一句话说，吃亏是福，福要不要？我要，要你觉得吃亏啊，你不吃亏你就不能够修福啊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啊，欢欢喜喜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。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这就在修六合敬了。啊，四摄是方便，是巧。在中国传统，与法性相应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四个科目啊，把四个科目糅合在一起，只有12个字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呢。这12个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我们只要把这12个字做到，这是中国人心目当中所称的圣人啊，圣贤。这12个字一个都不缺。典型的中国人啊，这12个字跟佛教里面三规，佛教三规是总纲领啊，小乘诵经坐着默叩诵，第一个就是皈依三宝啊，每一天要念好多遍。我们在斯里兰卡讲经，前面没有用这些仪式啊。早年我们用的开经偈啊，身坐之后。先念开经偈，然后开始讲经。啊，以后越来越方便，因为听经的人希望听你讲一点东西，他听听。你念这个东西，他不信，他不喜欢。啊，这宗教仪式。啊，一般知识分子不喜欢，所以。我们就恒顺众生啊，把前面开经偈省掉了，后面回向我一个人念啊，大家不念，我一个人念在斯里兰卡，他们的法师要求讲经前面念三皈依
我听了他们的话，很有道理。那我们佛法为什么不衰了？把三归忘掉了。三归是佛法的命门，是佛法的总纲领。啊，学佛的人，念念不忘三归，你就行在菩萨道上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我们要依佛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二祖尊。你就想到，那一什么呢？就一这二。这个二，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是福德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能做愚痴的事情，不能做缺德的事情。你看，这个好啊，那这就归佛了。啊，所以有人问的时候，这三个皈依佛什么意思？得讲清楚。那我们住在这边，我上面那个小房子邻居，啊，我们门口贴的阿弥陀佛，他很不高兴，他劝我们拿掉，他这个不好，这不吉祥，他不懂啊。那我们给他解释，阿弥陀佛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阿弥陀佛是福报，你不要他就你就不要福报了，你不要福报我要啊，你不要智慧我要智慧啊，阿弥陀佛是长寿啊，你不要长寿我要长寿啊，这个时候他就没话说了。啊，你看，福报要不要？智慧要不要？长寿要？他通通都要，通通都要，不要阿弥陀佛就全没有了。啊，你过人不要，那你过人这三样都缺乏。啊，没有福，你物质生活很辛苦；没有智慧，你愚痴。啊，没有寿命，你多灾多难。啊，一个人不能没有啊，一个家不能没有啊，一个社团不能没有。这多重要啊！啊，就二足尊，足是满足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啊，在福慧两种圆满，佛是排名第一，他有个尊字啊。啊，两种圆满里头，他是最尊的，就他是第一。那我们念念想的这个，啊，说白一点，决定不做愚痴的事情，决定不做缺德的事情，没有福报的事情不能干。皈依佛宝，皈依法宝，啊，法是佛陀的教育，佛陀的教学。我们要依佛陀的教育，佛陀的教育是什么？礼遇。为什么？一切的迷惑，一切的罪孽，一切不善的果报，都是从欲望里头来的。啊，所以欲望越淡薄越好。欲望的反面是智慧。啊，多欲的人没智慧啊，寡欲的人有智慧啊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
放下万缘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的认识，所有境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从体性上说，一切万法从他而生，啊，他自己本身非物质，非精神，非自然，这三种现象他都没有。啊，现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就在眼前，你看不见，就在眼前，你听不到。就在眼前，你接触不到，是什么？它无相，啊，它能现一切相，这一切相都它变现的，啊，它怎么变现？它遇到缘，就现象，而且这个相呢，相是假的，怎么假的？刹那生。刹那生灭这句话我们不懂，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都没搞懂，啊，一直到最近三四年，我们看到一些近代科学家的报告，恍然大悟，明白了。啊，特别是现在的量子力学家，啊，这一个世纪科学的进步，超越过去300年不止，超越太多了。啊，有专门研究物质的这些专家。物质到底是什么？追根究底，锲而不舍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啊，总算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，啊，物质彻底解决了。他用的方法跟佛法上讲的一样，啊，佛法是用分析的方法讲物质，啊，物质里面最小的，肉眼还能看得见的，啊，微尘，这个微尘多大呢？牛毛很粗，那牛毛的尖端上有一粒这个微尘，啊，它附在上面，怎么样它也不会掉下去，啊，为什么？它有吸力、吸引力，啊，这个牛毛吸住它，它比牛毛小。啊，在牛毛不会掉下。眼力很好的人能看见，把牛毛尘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叫羊毛尘，羊毛细。再把羊毛尘分成七分之一，兔毛尘，兔毛尘分作七分之一，这人不能看见了，人的眼睛看不到。叫水尘，啊，水有密度，但是在显微镜上观察，它有空隙，空隙这一粒微尘在水的这空隙里头走，没人碍。再把水尘分作七分之一，叫金尘，金是金属，无金。
金银铜铁，这个密度大，还是有空隙。啊，这一粒微尘呢，通过没有障碍。啊，金尘在分尘七分之一叫微尘，佛经讲微尘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微尘很小。啊，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。啊，阿罗汉能看到，应该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子。啊，80多年前科学家发现的，认为是物质最小的。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，他们把原子打破，看到了什么东西？看到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，有这么多东西组成。啊，那么再把原子核、电子、中子再打破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。啊，不断的在做这个工作。啊，发现到基本粒子几十种，夸克也有几十种。啊，那么再把这个东西再分析，再去打，发现的真正最小的微中子，一个微中子多大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，100亿个纠缠在一起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换一句话说，是电子的1/1000000分之一。今天科学家能办得到这个事情。啊，这个再打破呢，物质就没有了。那我们就晓得，这个最小的东西，微中子，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，也叫极微之微。佛说这个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有的是什么东西？看到什么东西呢？看到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。所以科学家在发表研究的所得，啊，说明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。那物质究竟是什么呢？是念头产生的幻想。这个跟佛经又对上号了。啊，佛经上说，色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这佛经上说，啊，色就是物质现象，物质从哪呢？是从念头生。念头是物质的主宰，先有念头，后有物质。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，这么来的呀。啊，这个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发现。啊，所以科学家承认，过去科学的想法错误。把这个现象分成两份，物理现象、心理现象，这是错误的。物理跟心理是一，不是二，不能分。啊，而且呢，物质现象是从心理现象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没有心理现象，就没有物质现象。啊，所以心理现象能够控制物质现象，这是最新的科学。啊，这个发现还没有得到所有科学家的承认，
他们现在要找证据，证明这是事实真相，让全世界科学家承认。啊，那么预估大概要一二十年，啊，一二十年之后，全世界科学家都承认了，都没有话说，确确实实，啊，物质是假的。佛在3000年前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、说明白，啊，比科学家说的还详细，这个我们不能不佩服啊。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。